2019年9月3日，星期二，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，我是 AI 妹主播。新闻一开始，让我们来关注槟城中六生疑患肺痨逝世案。恒益中学中六生余佳明疑患肺痨逝世后，卫生局今早派员到校，为约400名师生进行肺痨检验。卫生局今早派遣了一个约10人小组到学校，在进行讲座并向学生讲解肺痨症状及如何预防肺痨后，就替师生们进行检验。凡是有机会和余佳明近距离接触过的学生，即全部的中六生及华乐团成员，都需要接受检验，3天后就会有结果。若结果呈阳性，需进行 X 光检查做进一步检验。今日的检验是在手臂表皮上注射少量的结核菌素，3天后若出现红肿，就是呈阳性反应，需做进一步的检查。该校校长鲁诗斌说，余佳明是在8月19日在厕所咳嗽咳出血丝，而同学听到咳嗽不断，觉得不妥，便通知老师，以便让家长带他看医生。未料几天后，在27日传来佳明的死讯。另一方面，滨州卫生局控制私人医疗实践部主任伊克巴医生说，据其经验，国人普遍自幼起都会接获注射 BCG 预防针，所以我国肺痨病例一度受控和减少，直到90年代许多外劳涌进我国，使这类病例又在增加。他说，除了外劳患者带入病菌，肺痨多数是通过咳嗽直接传染，但也有可能是通过品质有问题的肉类食品而使肺结核病菌传播。另外，滨州卫生局防范肺痨部官员巴三达医生建议民众，一旦发现常咳嗽、发烧、清寒与突然消瘦等状况，最好速往医院或政府诊所接受探液检验，及早预防肺痨，并提高病愈机会。他说，肺痨病是可以预防的，但一般民众都会疏于防范，而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何处感染到该病菌的。卫生局都建议患者与相关亲属尽快前往医院治疗，而患者或被感染者都必须服药至少2个月，有定时服药的患者可在医生允许的病假结束后如常外出工作，否则就必须隔离。巴三达也劝请民众与患者注意个人卫生，最重要是污水地吐痰，一旦有咳嗽主动戴口罩，避免病菌传播。换个焦点，47岁单亲妈妈因生活拮据而四处向朋友借钱解困，原以为想向财务公司借贷2万令吉一次过还清债务，结果反坠入贷款广告骗局，被迫向大耳窿借钱还债，让他损失近6000令吉，甚至还连累孩子被大耳窿威胁当毒螺，若不乖乖就范，便到学校骚扰他，让他忐忑不安。育有3名孩子的蔡女士，在失业8个月期间，不断向朋友借钱来维持家庭开销，以致欠下的1万多令吉的债务，让她很不好意思。她无意间在脸书上看到贷款广告，因此提出申请。一名自称是 Mr. Tan 的男子通过 WhatsApp 联络他，并要求他提供个人文件作为贷款申请用途。蔡女士告诉诚信男子，她需要贷款2万令吉，而该名男子告知蔡女士文件不足，需要支付350令吉制造假文件。蔡女士表示没有钱，男子要求她先支付50令吉。而后，该名男子再次声称蔡女士所提供的文件不足，贷款无法批出。而该男子要求蔡女士开设一个新的银行户口，作为贷款汇入用途，并要求蔡女士支付2000令吉。
结果在这个过程中，蔡女士非但没有得到分文，还被骗2550令吉，甚至还连累二儿子被大耳窿骚扰。蔡女士一共向大耳窿借了3000令吉，最后包括利息在内还了3700令吉给大耳窿，若加上被老千骗的2050令吉，总共损失了5750令吉。今天的新闻就给您播到这，我们下回见。